好，主裁判马宁吹响了上半场开始的哨音。32号陈辅俊，31号李元一，39号甘超，锋线7号马失前蹄，马失前蹄了。法坎布打门，打在了边网上。有没有越位啊？漂亮，有了，漂亮。这是张玉宁，12秒，张玉宁啊，助攻。张玉宁传的相当漂亮，是前插。还是有点犹豫，角度很小，左脚推。这个29号应该全力的就奔前门，对，扑前门柱了就。王大龙跑过去，哎呀，就差了一点。哎呦我天哪！17分钟第二个，没有边网，边网没进呢，边网是吧？我乌龙了是吧？这球啊，大概差2个球位吧。参与红包雨抢限量60元龙虾券，漂亮！巴坎布来了，挑又一个，就这么简单。19分钟，19分钟，巴坎布梅开二度。哎呀，这个进球数直接追队友啊，抽平猴了。看着这球，这是丢了，结果呢又来了，走。左脚接的这一下真是舒服啊！这4号，乔威，乔威，乔威，对不起，这能力，这经验，你扛不住，你推不着球，你就把人给逮住啊！是，这球打的也是轻松，轻松，轻巧。张玉宁看了一下，来了一脚远射。哎，这几个队员呢站得很近，然后呢把你拉出来之后又是身后，这守门员都不出来了，带推帽子戏法。41分钟，小旗儿已经举起来了。第一助裁判是施翔，哦，越位，所以你看像这次有没有越位？哎呀呀呀呀！天哪，门将大空门，我的妈呀！哎，他为什么不直接射呢？哎呦我天哪！再看一下啊。国威呢出了禁区，又是长传，这次确实没有越位，不敢拿手啊。他又带了一步，他把球想带进去。哎，哦，他是磕脑袋了吗？他又带了一步，是不是场有点软呢？对，就有点倒管道速滑的感觉。王鹏右中卫，乔威拖后，王道龙是左中卫。这个球张远好像动作有点大啊，李磊冲上来，黄牌，比较猛，结果脚碰到了对方的面部，裁判向张远出示了黄牌。张玉宁背身拿球是他的特点。哇，球漂亮的传球，好啊，两次助攻啊，张玉宁的助攻啊，漂亮啊，两次助攻。哎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先是中锋背身拿球，然后敲给张稀哲，再要球。看奥古斯多的跑位，外脚背一拨，哎，奥古斯多射门完成的也是轻松血意啊，掰开推远角。王子明球速有点慢，推的有点慢。奥古斯多，这球打的有点正啊，哎呀呀呀，奥古斯多这射门的时候，他这支撑脚有点打滑，是的。然后呢，张稀哲呢补射呢是想打对方的裆，是中国的长传。一下接球还可以，打又是国威，2连，嘿，国威今天可以啊，太相像，哎，容易混在一起。哇，哎呦，这脚传中啊，巴坎布没搂着，但刚才他胸部停球之后那个连接动作可以。好，这个时候主裁判马宁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